险购物提交订单，拍下即可。我跟他讲啊，你现在要去囤银针，要囤就囤荒野的，记住我这句话，我会反复强调这句话，要囤就囤荒野银针。为什么？现在白毫银针太火了，火到什么程度？火到福鼎的茶农为了让他银针长得更肥更壮，卖得更好价格，前年冬天跑到茶园里面给他大量施肥，自从这样开始，我那银针都不要了，我就囤荒野的啊。荒野的现在大家还没有觉悟，等大家觉悟了，囤都囤不到，盘一包少一包，盘一包少一包。当年荒不是为了荒而荒，真的是因为山太高路太陡才荒下来的。你现在再去荒荒看啊，荒个五年十年的又是一番光景。所以大家记得要囤就囤荒野银针，给你们截个图啊，给你截个图，来，五四三二一，截图，买到手了。我给你用在木盒装，这半朝鲜的木盒我买的啊，带湿度计的啊，送一个袋子，你拿去送礼报站，拿去尝报站。如果半斤或者120克的，用我自己的包装，同样可以囤，同样有袋子。喝得好的给我五星带多好评，喝得不好，哪怕你喝了半罐，你说这茶不行，退给我，运费我出，好吧？我们分享好茶，如果说分享不到你心坎里面，退货就那么简单，七天无理由。教你们怎么去搞荒野银针，一定要学会了，走到哪里都不会被坑，明白吗？首先，荒野的一定要找到一个特征，叫马蹄头，你看没有？随便找一颗马蹄头，这就叫马蹄头，对焦能对上吗？这叫马蹄头，像不像马蹄？啊，像不像小马？马的上面踢踏踢踏踢踏的马蹄，看到没有？怎么来的？它是这种乔木，荒野的，摘下来以后掰下来就是这种马蹄头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再看一个特征，一定要找到菜茶。哇，我的天哪，你够狠的，你够狠的，你看，你够狠的，你看，你看，这都是菜茶，狠不狠？我跟你说，这个群体种，它里面华茶一号、华茶二号都有。你看，这种都摘下来是什么概念哦？真的是茶宝宝嘞，有点狠了。我给你看看，量尺拿过来。啊，这就是菜茶群体种，我给你看，这个长一点，一点二，你看好了，啊，一，你这样看好了，这个，我跟你说，零点七，我跟你说，这种牙头，普通的银针50000个牙头做一斤可能，这种牙头100000个牙头做一斤，这种200000克做一斤，我跟你说，这都能找到，这正把你荒野的。这种不是荒野，没人舍得采的，都希望它长大了以后再采，养肥了再摘。但是荒野就没有办法，明白吗？这就是荒野料，这就没有办法的办法，懂了吧？啊，所以这几个特征找到了，我跟你说，荒野银针你就学会了，不会入坑了，明白了吧？记住我说的这些特征啊，记住我说的这些特征啊，来啊，所以大家记得啊，我这几个特征弄完了以后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荒野料了啊。我们再去看茶汤，银针的茶汤浅杏黄透亮，我们叫色白隐绿。老板，现在的银针卖什么价格你知道吗？你看看人家，我问他，问丞相啊，哦，他是做高山纯料福鼎白茶的丞相，我问他这个多少钱，就是这张图片，荒野的，荒野的，也是荒野的，也是荒野的，跟我一样，1300块钱，1300块钱。我说去年问他买的还是920还是950，今年1300了，今年投产，他说今年这个拍戏的吴阳山的。哦，今年投产的银针长得很厉害，他们白领的都要卖1100了。我的天呐，后面我这青龙山的也是潘西的。对啊，啊，我这青龙山潘西的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还可以啊，我还真买了，我就想。你问谁买的？我问他哥买的。我的天，疯了！他哥问我买，他哥比他便宜了100块钱给我，1200买给我的，卖了9100多，然后你还给我样品，给我寄了一些。疯了！我买了7斤半。疯了！9000多。7斤。我的天哪！我就是想对比一下。那我那700斤，我700斤翻身了啊！我。哎呦，你们这些人真的真坏，没了，看到价格了，好了，价格这么高了，好了，捡漏了，买了，啊，抢光了，来，展示，来拍下未支付，点击下方小黄车，在更多里面找到订单，在我的订单中完成代支付，拍下即可。哦，有个什么滋味什么东西，你拍了几天？拍了8斤，啊，10秒钟去付款，10秒钟不付款把它踢掉，啊，不要占了库存，就这么点茶，大家分一分，多买半斤和125克，管理也把它踢了。哦，不要买这么多，把这库存占了，好吧？让他感受一下，啊，涨了也涨了，我不会涨你的，是吧？我不会涨你的，大家分一分，匀一匀，是吧？不要一个人独吞，啊，来，已经释放了，多拍半斤或125克。来，最后的库存，点击下方小黄车货标车，立即购买，商家赠送运费险，零风险购物，提交订单，拍下即可。拍下我手中的荒野银针，所以我跟你说，银针火到什么程度啊？大家都看到了，真的是。啊，或者去路网上查查看，
手机上查看绿雪某卖什么价格，你就对银针有概念了，而且是荒的。我两个北京大哥说，你要囤这种荒野，现在囤它可能比普通的银针贵了三五十块钱，但是我跟你讲啊，再过三五年之后，差的可能不是三五百的，跟普通银针比，可能是差的三五千都是有可能的。三五，明白了吗？就这样存在，这就是银针，火到什么程度？不光我们喝茶人在找啊，什么香奈某。知道吗？香奶奶，你还都知道的，做的什么十号乳液都标榜自是白毫银针，你就知道有多火了吧？啊，明白了吗？来回归啊，不要脑子里都是我一千三了，现在我这里才卖多少？不要脑子里都是这个，我们回归茶叶，看茶叶本身，茶叶不好，什么价格五十都是浪费啊，喂猪都没用。来看到没有？好的银针，你看这泡泡。就没消过，啊、没消过、啊。我跟你说，等到天黑它依旧在，要不再把它拿出来，我们待会做个试验啊，做个试验，来闻一下冷锈。闻一下冷锈，哦，哎，好香哦！哦，现在奶香更明显，但茶气就足。你悠着点闻啊，会醉的啊，悠着点闻啊，有没有感觉凶啊？有，我跟你说，它就冷锈了，依旧这么凶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喝起来喝起来喝起来，银针喝起来，银针喝起来。我跟你说，就是啊，来茅台喝起来就这种感觉，啊，来华子抽起来就这种感觉。哎呦，嗯。哇、哦，这个现在温度下来以后，整个水路的细甜度高哦，这个水路细甜度高，好好喝，整个、汤感非常强烈，就入嘴里面以后这种米汤感，这种豪香啊，这种滋味非常赞，超赞的。你打个头吧，这个头吧，这个头吧，哎呦喂，来尝尝，又没了，我的天哪，我要喝头泡了，哦，你们这些人坏蛋啊，太快了吧，说价格便宜。说价格这么便宜啊，捡漏了就抢光了，啊，对对对对，白茶白毫银针，来拍下位置，看过来，来拍下位置付，点击下方小黄车，在更多里面找到订单，在我的订单中完成代支付，拍下即可。这个滋味吗？一分钟就给我踢了，就是你做的就是你，你不要停个八斤，你买个一斤可以的，是吧？踢的就是你，你买了又不付款，是吧？站在那库存。哦，那站着什么不拉什么什么，就是你说的。对对，来十秒钟啊、你如果我跟大家说啊，买下的少买一点，买个125的半斤。如果你是资深的这个收藏的，我跟你说你可以去囤，这样囤，明白了吗？如果你是刚入门的，或者对白毫银针是有认知的，你买个半斤或150克，听我的啊，来已经释放了。来。最后的库存，点击下方小黄车或飘车立即购买，商家赠送运费险，提交订单拍下即可。啊，拍下我手中的荒野银针啊，潘西青龙山的荒野银针，明白了吧？明白。哦、啊，头一道超好喝。我看了那个价格。嗯。你看。什么价格？这个。2021的。谁的？哪家的？你知道吧？这个。哦，平平某啊，平平某，福鼎大牌平平某。多少钱？2021典藏白毫银针，4000一斤。嗯，4000一斤。对，4000。我的天哪！2021今年的嘞。啊、嗯。哦。今年的。不卖了。正店爆款。啊，不卖了，不卖了。哎呦，真的是啊，怎么会这么夸张呢、啊？今年、啊。你看，我跟你说呢，啊，如果大家还对这个马蹄头没有概念的，再给你截个图。什么叫马蹄头？给你截个图，来看看啊。5、4、3、2、1，截图。啊。截完图了你就知道了什么叫荒野的啊，来已经释放了吧，释放我们已经展示过了吧、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啊，就银针为什么拿去囤，囤的银针一定要内物质足够的丰富，如果内物质不丰富，银针囤了转化以后它是内质是空的啊，就跟你说你肚子没货转化不出来、啊是吧，浑浑噩噩混那几年，肚子里有货的人越转化越好，这个银针。所以我去年在那个福鼎把近十年的银针全部找到，给他做一个对象审评，总结出一个规律，告诉你们特别受用。你银针存到3到5年，出豪香蜜韵，啊，豪香蜜满满的高级感。再囤个6年、7年、8年的，会出什么呢？会出朱古力香，就巧克力香，超赞。我去年盘了一款，也是乌阳山盘的，8年的银针，6800还是8800，忘了。那个银针喝过以后，你真的念念不忘，朱古力、巧克力味道。全部被员工瓜分完，一颗都不剩。你那时候还没有来，可惜了。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种味道。你再去囤个9年、10年，会出什么味道？9年、10年会出酒香。方守龙老师一款茶叫春醪，你喝过吗？我给你开过，喝过吗？春醪，酒香，醪就酒的意思，醪糟，醪糟，到了那个酒香，我跟你说，到已经就是。
成年茅台那种感觉，超赞。哎，明白了吗？所以银针就这样存在，高高在上的。银针从诞生之日起就高高在上的，1785年就银针了，啊，当年英国皇室喝红茶，啊，家里面喝红茶，里面放几颗银针，以示尊贵。你看，你看着好了，嗯，啊，你看我放一个，啊，来这样喝红茶，以示尊贵，这样，明白了吗？你看我们现在这样，豪横吧，幸福吧，啊，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？啊。劳动嘞，要靠劳动去创造，啊，这就是劳动人们创造双手创造的，太鲜了，银针一定要喝动这口鲜，啊，仙气飘飘，入到嘴巴里面这种高级感，这就是我们说喝茶，好的茶一定要鲜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我前天在看那个绿雪某，你看的是平民某吗？两个福鼎大牌，一个平民某，一个绿雪某，我今天看绿雪某卖2007年的银针，2007年，14年，啊，你知道卖多少钱吗？3两装，2007年，3两装，2007年3两，嗯。3两装，2万9千块钱，29000吗？几千块钱，你真的是无知啊，愚昧啊！我跟你说，3两14年的29000吧，11000，1克200块钱，1泡1000块钱。3两要3万块钱？哦，你不要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3两10000，3两装，29000吧，你去查查看就好了。我看啊。把它卖了都不是值这个钱一样。嗯，哦，无知啊，让你长长见识。所以我跟你说，你赶紧存吧，你还没结婚，赶紧存点银针，等到结婚的时候嫁妆不够，银针来凑，好吧？存个几斤，到时候我都变成。我跟你说，倒不是说到时候，等你小孩再出生，等他再嫁人再娶媳妇的时候，他已经腰财万贯了，就拿着那点银针啊。懂了吧？懂了。嗯，好吧，这茬过了啊，能拍到拍到，拍不到没有了。下一个。